大姐，你不是说你这个接我们了吗？大海，晚上你们先去，等我这边事情处理完再去接待你们。接待？有这行功夫，赶紧给老子把账上的钱还了，省得老子来回跑。我说你心可真大呀！钱我少不了你的，我这么多兄弟在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大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还怎么回事？要账呢，看不出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家公司就是我的了。你们要没什么事，赶紧走。大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姐前段时间投资个项目失败了，不但血本无归，还欠了很多外债，姐破产了。姐，出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给我们说一下呀？我们也好一起想想办法嘛。喂，相亲？哦，现在吗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啊，对了，大姐，我还有一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发财，做人可不能这么无情啊！你看那保时捷还是大姐给你买的呢，你给我嚷嚷啥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有本事你去解决呀！以后呀，咱们都不要联系了。我可没时间听你在这里闲聊，你就和你这帮兄弟慢慢叙旧。车我就先开走了，账上的钱抓紧时间给老子还。兄弟们，走！站住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你别管闲事了，要不我们也走吧？怎么，你想跟他出头啊？我姐欠你们多少？500万！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把包给我！干什么呀？别人都不管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给我！你自己有多大能耐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让你把风给我，你倒是讲义气啊！你想让我一辈子跟你喝西北风吗？拿来吧你！大海，你带弟妹先走吧，姐不怪你。以后我们还是姐弟。以后啊，恐怕你们也没法再做姐弟了。大海，我们走。我记得，我以前就给你说过，没有大姐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没有今天的我。哪儿来的这个？没有这个，哪儿来的你？懂吗？这张卡里有300万，剩下的一周之内还给你，拿着，撤着拿来。行，我就再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。大海，你个疯子，你会后悔的。姐，我的今天是你给的，输我陪你东山再起，赢我陪你君临天下，我陪你君临天下。好，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大姐的公司啊，不但没有破产，还蒸蒸日上呢。大海，姐呢，最近刚研发了一个新项目，缺少一个项目负责人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自家兄弟呢，18个，不得已用这种方式来测试一下大家。没事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大姐，我们研发的什么新项目啊？走，姐带你看一下。兄弟，你看这白 T 恤弄脏了，会不会很难洗？白 T 恤弄脏了，确实很难洗啊。你就看吧。来，把酱油给我倒上来。啊，酱油？你就倒吧。哎呀，这像墨水一样黑，这。把蚝油也倒上来。蚝油可是最难洗的呀。这都不算什么，你倒吧。哎呦，这么脏，这能行吗？就看吧。哎呦，这太脏了，这也太脏了，这。这还能要吗？你看着吧，用60度以上的温水。啊。倒上我们的产品，记住不要倒太多。哦。打出泡沫。把脏衣服放里面浸泡10分钟就 OK 了。浸泡10分钟。
我平时那么忙，哪有时间这样浸泡呀？你等不了啊，那我给你加个速。啊，可以。姐，这能行吗？你就看吧。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还真的可以。嗯，闻起来还淡淡的清香呢。姐，这么好的产品是不是很贵呀？这个不贵，它是生物酶泡泡粉，能够有效的分解各种顽固污渍，强力去污且持久留香，机器手洗二效合一，老人小孩孕妈妈呢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它的价格很亲民，这一瓶只要9.9元，现在下单开两瓶泡泡粉，我还带有两大瓶足足4斤重的香水香氛洗衣液，一共4件套，只要25.9元，还给你们做包邮。这么实惠，还不赶紧下单？